举重女神郭幸淳穿着白色 T 恤跟温宽裤，清爽在家乡现身，因为县长饶庆林要接见。怎么会紧张？不会怎么紧张？女神啊，看到女神，看到女神，真是的，一点都不像。郭幸淳在东京奥运夺得金牌，22号光荣回到台东，饶庆林感谢他长年以来都以台东县选手身份参加各大比赛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年的 Hello Kitty 球，颁发100万元的奖金。 以外，Hello Kitty 热气球纪念衫、伴手礼也要送上，因为郭幸淳用举重翻转命运，用自己的一双手举出一片天，成为台东学子最佳学习典范。期盼能够激励更多选手往五环殿堂继续努力。因为这次是非常的丰盛，对，那当然也会再跟就是等教练去做沟通啊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做些什么。然后当然我觉得就这种部分，就是还有在自己的理财的这个部分。郭幸淳在 自己当时在冬奥露出灿笑的照片上签名，要给家乡做纪念。他也透露，近期的目标就是参加全运会，年底的世界锦标赛跟明年亚运，也放眼2024巴黎奥运，继续争取荣耀。TVBS 新闻刘景元、徐婷台东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